下楼搭车，大家都要去下楼搭车了。下楼搭车。他是说他不用我，我问他说他现在要什么？他说他最喜欢去中正纪念堂。啊？没错吧？什么？中正纪念堂那一站。你喜欢去中正纪念堂？你一定是中正纪念堂。我记错了，他就是右边下车，左边上车，就可以换另外一站。你想要上去就下车。你想要上车再下车。对面换车，我以为什么上车再下车，不是我喜欢上车再下车，然后同一台车上车再下车，耶，好好玩哦。同一个月台竟然有两种不同颜色的车，上车下车，专业，被你发现了，不过你不会到大四才发现。你全家都发现了，全家都发现了，对我们全家都发现了，是爱孩子暴力，爱孩子的暴力，爱孩子暴力，暴力小孩，是罗宇威，还都摔玩具，爱孩子暴力，玩具摔爆，是暴力爱孩子，对，是台北车站，你说这里比台北车站还大，还小，台北车站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。是树。哎，有厕所哎。上不了，但是就是才去一次，可以去吗？可以哦，这。